一步两步三步，陆龟走起来相当矫健，看到摄影镜头相当好奇。拍个摄影机，对摄影机也很好奇。漂亮的花纹龟壳，身形相当温和。有民众日前发现它在逛大街，赶紧送到动保所。民众在路上捡到的，那我们怀疑它可能是就是自行脱逃，或是民众有弃养的状况，我们不清楚。那就是他进我们所之后，我们就是用，因为他的豹纹陆龟，他们陆龟类的就是主食是蔬菜，那就是喂食蔬菜跟就是陆龟专用的饲料这样子。经过兽医师检查，发现这只豹纹龟精神不错，食欲也相当好，身长40公分，重约2公斤，推测年龄至少有20到25岁，市价超过10万元。那其实这种陆龟，他们就是需要比较大的空间去饲养它。然后跟就是阳光的照射对他们来说也是相当重要，所以呢，在陆龟的饲养上其实是有一点门槛在，那就是希望民众说如果有饲养陆龟的话，那就是做好这个动物的管制，就是不要随便弃养或是让它有逃逸的一个行为。豹纹陆龟原产自非洲大陆，龟壳上有不规则的纹路，斑点和花豹相似。不过之前才有人捡到卡达象龟，难道是出现了弃养潮？动保所认为应该只是刚好翘家。他的同仁其实都蛮喜欢动物的啦。那这只吼跟来来去去的那个动物其实是比较不一样一点。啊，他放出来吼也会到处这样悠闲的逛逛。其实这对我们本来其实有一个信念，就是说希望各公家机关或者是一些工商好啦，其实也可以鼓励员工带一些宠物过来一起上班，其实 也是蛮疗愈的。把动保所办公室就当自己的家，开心的爬了起来，超萌动作征服不少人。动保所也提醒，陆龟饲养环境有一定的要求，民众在饲养前一定要想清楚。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。